前面，在我手指上这样，正中间的，中间有一只断掉的，不会很大只吗？它颜色太像了，没注意到。被老婆骂知道。啊，那有一只小朋友的。一样，现在在培养那个。也可以啊。可是现在是那个蟒小五。一可一二也是，就是，然后现在他又赶快让蟒小五去。不能说，我看我前几天他说他把那个叫探探吗？就是把吸回去，是不是好像也是要叫他生？不是一家人吗？他们今年只生一次，去年而且他们就是他们那里面，就是很密集，就是弄的没办法再生。然后一直生，而且他们家那边几乎都生双胞胎、双胞胎、双胞胎。对，而且那两个，我之前看他们说有的，就是那刚。男宠女很严重，就是5岁、10岁还是几岁，看起来是20岁那种。可是萌二的蛮宠女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少注意他，好像还是有擦药。对，他有在擦药，然后他已经变好了。香香的也是啊，没有靠近，也没完全没靠近，没进去弄那个水，其他每一只都自己去喝过。第二个也去喝。喝过，喝过，我看过。所以这边弄水是对的，对对，反应的原因。反而伊丽提以前我们很少看到回去喝水。对对对，他昨天就对我没看过伊丽提在那边喝水。他昨天好可能太小了，太少了。而且你叫他各自。我那个懂哎，我有那个懂。那你看他又是主动的，我感觉是。我那个懂哎，你叫他。我们叫水。哎，我叫他。可是有那一个，我不知道。